我请你哦，我没睡早餐头我啊，你回来一百两蚊给我睡早餐啊。来了吗，金涛？我头饿了，我那一叠两蚊该给我。啊，两蚊啊？好耶！啊，我搞回来啊。金涛来了。两蚊啊？多少？啊，买早餐是。哎，我一叠两蚊给你了。那有空啊，那就叶总等待，咱们还有，还有不？还有不？哎呀，买错了。借两蚊给别我。毛啊！ 乜嘢？你点啊？三个半啊！三个半一个。诶，三个半。哎呀，点啊？卖俾我？卖俾我？卖几多？储几多？全部有啦。哦，全部有。你冇？好食噶，你自己种噶。自己种噶。三蚊啊，生菜系啊，真系自己种噶啦。剩你先卖俾佢。啊，好啊，你系种嚟拣先啊。诶，啱冇错啦。 哎呀，好香啊！好香啊！哎呀，那就做通啊，我们来一下。那就做通啊，葡萄。没事，没事。啊，断了。我做个手绳啊。那就做，那就把酒要了。那么多了。你来呀。不需要。我这上个那个酒，我这已经不得了。哎呀呀，全部撑晒了。啊，好吧，全部撑晒了。 六个啦，六个半啦，六个半啦，三个六个半啦，六个半啦。哦，六个半啦。那你就十七啦哈？六个几钱啊？总共几多钱啊？啊，七啊，啊七啊，七啊，七啊。啊，七啊，老板啊。老板，这个两个几个人走啊？三门街唔使走啦，唔走啦。唔使走。啱啱你俾咗两蚊鸡俾我，还翻俾你啦。哦，好啊，多谢啊，多谢啊。你几多岁啦？多七十啊。啊，七十。 你装钱送俾你咯，哇，多谢喎，咁啊，多谢啊，送俾你，哦，好啊，多谢啊，呢个系莲藕粉，送俾你攞翻去，多谢我点讲啊，啊，送俾佢都，我都做通过唔玩到啊，讲唔清啊，真系噶，哦，多通啊，你点解仲出嚟买菜嘅？哎呀，咁冇，哎呀。 几日都冇嘢做，出嚟搵。哦。买鱼都唔得系咪啊？哦。都好啊，系嘛？哦，呢个电脑佢送俾你咯。哦，多谢喎，真系啊。哦。好好啊。哦，仲有个杯送俾你，新嘅。好好啊，哎呀，真系空分时间我啊，多谢啊，多谢啊。我拎唔到噶，真系拎唔到啊吓。唔使拎嘅，我拎到啊。啊。 我靓仔，我靓仔，五块钱冇钱，我靓系啊，我靓个，系啊，万妹，五块钱冇钱嘅，咁阿万妹咧，喂，你计鞋，计鞋，
我车上面有山有湖，我俾你，我车行停咗嗰度，你。俾咗佢啦，欧环啫，买只五公啊。啊？俾咗佢啦，欧环啊。唔使还，唔使还，送俾你，真系啊！我帮助老人家嘅出来，好吧？就嗰度，你过来。我睇你咁冻啊，呢个啊，好好的，你屋企几个人啊？几个？一个人啊？哦，三都冇啊？冇钱？你买油，点解唔买油食啊？买咗啲清水啊？冇钱嘅人买桥啊？冇钱啊？我哋出来帮助老人家嘅。唔使唔到啊！我存紧个猫钱啊！唔使你俾钱啊！我哋关心老人噶，唔使你俾钱啊！我知，我送俾你，唔使你钱啊！啱啊，老板，啱啊，啱咧，啱就好，系啊。摆就唔使钱噶，唔使还。诶，唔使还，唔使你还嘅，送俾你嘅。啊，停一二三。啊！你唔使钱啊，唔使钱，你个树牌唔使做，我车上面都有，知唔知啊？如果唔带唔啱嘅话，车上面都有。转身就是一辈子，你还等个啥？来来，啊，带，小朋友，你给扶那个罗放来坐，好不好？你有福啊！拿着资料来，来，你有福放在车上面。送马常回家，陪爹和妈，听老人讲那过去的事儿，唠唠心里话。三个，来，罗志。我哋关心下老人家，一睇你又话一个人，系咩？老人家，我呢度就送200蚊俾你。哦。啊。唔系。多谢。啊，唔使多谢，保重身体，好吧？啊，平时买啲猪肉食，好吧？好。啊，攞住啊，放咗呢个袋入边，好吧？哦。嗱。来抓住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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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好啊！你是否没时间给爹妈打电话？你是否已看见那满头的白发？你是否在心里把爹妈来牵挂？转身就是一辈子，你还等个啥？哎呀，大爷！你识唔识我？我唔识啊，崇兵嗰度噶。你女儿？系啊。啊，你一个人住啊？你一个人啊？唔好。哦，咁样。你几多岁咯？32。哦，32啊，身体好不？唉，唔弱啊。我俊我啊。你是否明白？
给两块钱了吗？你认识王长贵吗？
你叫什么？王长贵认识吗？不认识。我去找王长贵，没两块钱，能借两块钱吗？借两块钱给你啊。你认识吗？我并不熟。我认识啊。我并不熟你，来给两块钱。给我呀。走啊走啊走啊走。哦，谢谢你了。不用谢。我差两块钱。我很老了，我七十多岁了。我也七十多了。哎，你是很胖的。阿婆，阿婆，哎呀，给我两块钱嘛，别跑啊，阿婆。啊，快跑！来，不要歪。我太难了。这个家里的。多少钱一斤呢？多少钱一斤呢？啊。六块钱。六块钱啊！哎呀，你给了两块我呀？哎，给两块给你啊！哦，你怎么？够了，给你了。这么好人呢、啊？不好了，我老了，买钱买不到了。买钱买不到。嗯，是吧？哎，我有钱呢。我你要啊？哎，要了，我把你全部要了。全部要完了？哎，全部要完。六块钱一斤了。六块就六块嘛。哦、啊，你七十多了，我七十岁了。哎呀，我也七十多了。你啊，哎，没吧？哎，有了。我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这里卖了？哇，我在这里没吃饭去了，还没吃饭。我今早六点钟来了。六点钟就来了。哦。哦。六点钟都来了。好卖吗？哎，你跟我卖完了，我今天有饭吃。哦，但是你卖完了有饭吃了。那，出来猫就不小心，你都进不去了就毛腿了。我帮你看看。45块咯，45块。啊，45块啊。45块。多了两毛钱算了。哎呀，不用了，给你了。这两块钱还给你了，不要了。谢谢你哦。哎呦，你倒好人哦。啊，50块钱。哦，可以。找五块给你啊。五块钱不找了吧？不找。啊，不用你找了，你当然你人挺好的。哦，谢谢你哦哈。哎，你人蛮好啊，你个大好人呐。哎呀，回去吃饭了。哦，我请你吃饭了。你请我吃饭了啊、嗯，好不好？不用啦。哎，我请你吃饭，100块钱。行了，请你吃饭。哎，我告诉你的。哎，你干那女的这么难，哎呦呦呦呦呦。哎，没事，给你。哎，你好人，好人有好报。这个是莲藕粉，也送给你。哦，这个。哎，这个拿回去啊，用那个开水冲的。哦。倒开滚烫的开水泡就行了。哦、谢谢哎，还送个杯子给你，新的。嗯、哦、嗯，谢谢。拿着。谢谢。哦。好人一生平安。哎，大家平安了。哎，你今天帮了我。哦、哎，你看。啊，我以为。哎呦，办了你很难去了。哎，看我很难啊。嗯，是啊。嗯，我不难，我看有没有老人会帮一下我。哦。没想到你是很好的老人。不用，谢谢。啊，再见，拜拜。嗯。哎，再见了啊。哎呦妈！呀，这么好人。又把你拉倒了。钱要不你老大姑父呀，那就谢谢你们你们姑父老先。Hello， 跟那老板老爷。记得啦，我就记得。看你看抖音都看十几大个阿姨喺度。记得啦，六块钱啊，就供两块钱都冇关系哦。呀。哈哈哈。你的老头。哎，你记得起来一来一去。哎，快乐兄弟姐妹们大家好，我是阿义。大家还记得那位房爷爷吗？那位善良的房爷爷，我今天过来看他了，买了一些棉被啊，买了一些衣服，走，我们去看他在不在家。你在家在家。哎呀，这是棉被。
啊，这个是衣服、鞋子、裤子。哦，鞋子啊，还有买一些吃的东西。那裤子。哦，就是不够棉被，就搞衣服盖着是吧？这太冷了，太冷了。我帮你把这棉被搞起来。好了，哎，我自己搞，我自己搞。我帮你搞。哎，不，自己搞，自己搞。啊，自己搞的。没事的。嗯。啊，把这个拿开。把这个拿开，我帮你搞一下。这个是垫的，这个垫的，对，啊，很暖和的，这个被子帮他弄好了，然后他睡觉就不用拿这些衣服放在上面垫了，他自己有一床被子。这个有，你看这里面有绒的，哦，很舒服的。也是暖的哦，啊，对，很暖的。啊，还有裤子，还有裤子啊？对，买了裤子，啊，鞋子都有，鞋子有啊？这裤子也是很厚的。哦，啊，穿一下这双鞋，这个暖和一点，在家你可以穿这个，天冷穿这个。啊，哎，下次买几双袜子给你。哎，是暖身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公，哎，煮饭吃，就煮饭了，煮饭吃啊？对，饭就不吃了吧？住啊！哎，你们那么远地方没煮饭不行，不做饭不行。哎，那我们行，那就随便做一点。哦，啊，随便做一点，我帮你。啊，哎，干嘛？头鸡呀，杀鸡呀，杀鸡！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你。很远地方没有到家里，我落差就去就今天的不要杀了，杀哎呀，那个太好了，哎，来去，有鸡蛋，来这里有，这里有啊，哎，你给我带。还有，哎，煮鸡蛋呢。哦，这鸡生这里，生蛋生这里是吧？哦，是这里生鸡蛋的。哦，那行，我们搞那个煎蛋好不好？是不错。哎，猪肉啊？猪肉不用了。有了，够菜了。哎，有鸡，不用，够了，哎。吃饭了，嗯，老吃饭了，酒啊，啊，有酒啊，有啊，哎，酒不喝酒，哎，不喝酒啊，啊，不喝酒，喝一点吧，你喝一点不？我，啊，吃饭，不吃饭，你中午吃饭了吗？没，中午不吃饭，中午不吃饭，不吃饭，哦，中午晚上吃是吧？这一天吃两餐，吃两餐，有家就只把人包的河粉，包的河粉吃了。哦，就是有时候我送给你那个藕粉泡来吃是吧？哦，吃，嗯，啊，我也吃，啊，好香啊，这鸡蛋，这鸡好，真的是，你看搞了都不好意思，又杀了一只鸡，鸡养的，怎么你？鸡养的没问题，一只鸡吃不完，明天吃哦，明天吃不完了，啊，慢慢吃。好，我吃饱了。啊，好了，你也饱了。好，放哪里啊？住这里。放那边是吧？嗯。今天不走了，明天走。今天我请自己去这里住。不住就不住了。住。嗯，很远路了也不住。我要去湖南那边。明天早上去啊。早上去。这个是那个橙子，啊，这个是苹果，来那个这个藕粉，藕粉啊，啊，给拿两罐给你，这是江西的甘南脐橙，江西买了，江西啊，我前段时间去了江西嘛，啊，果肉很饱满，好甜啊。
听见你们就回来了，我心里都很想你了。反正有我走这边来，我就过来看你，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又过来看冯爷爷了啊！冯爷爷每天当早餐吃的奇亚籽坚果藕粉，藕粉好不好吃？老弟，好吃。早上接他，可以，晚上都可以，晚上都可以。是，爷爷非常喜欢吃。然后的话，我们也要往湖南那边走，啊，下次有机会再过来看你。啊，我们走了。那个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不煮饭，知不知道？你不煮饭就放些菜，我们来煮啊。饭不。我们不煮饭，你留着自己吃。你老人家我是捡的卡肉，我知道你有放回去，放回去。不要。你拿什么东西要？我给你了，不要东西没给你了。没不要东西，你以为我来了，你就要给什么东西给我？不用了啊。这个200块钱，你买一点东西。不，人家。然后有这么多东西来，你们给钱给我的。哎呀，那个东西是那个嘛，是我买给你的嘛。拿着，不要了，收着了，不要嘞，不要。哎，姐姐，哎，不要，呀，你是给钱的，不是？哎，好，谢谢。你自己保重身体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就走了，你只要赶紧回来。好，有时间我就回来看你。好，再见啊。分多高啊？没多高啊，姐。哦，东东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阿义，看一下我这个吹出来的这个口气就知道这个温度啊比较低啊。然后大家还记得上次在街上碰到一位老人啊，帮他买了衣服，然后送他回家，看到他的那个棉被啊很薄，已经烂了。啊，我一直放在心里，兄弟姐妹们啊，今天我们买了一车的，啊，床上垫的啊，他衣服穿的鞋啊，全部都帮他，买了，我们过去看望他，走。哦，真的冷啊，在山里面。看一下，分多高啊？没多高啊，姐。哦，冻不冻啊？哎，我还买这么多布嘞，我不会两件布嘞。哦，这穿这条啊？嗯。好薄啊，好单薄啊。不冻不冻。我们都这么冷，他穿一条这样的裤子，怎么那个？没冷了，过去我拍他，我没冷。哥，那不能等等我，哎呀，你快去边有冷的，帮他牵一下，然后我们帮他把那个买了那个帮他重新垫过。没有五公斤呀，这个的。你在哪住的头嘞？没在哪里去。有个地方要去啊。我操，反正懒了嘞。上次买的这件衣服。哦，那个扫把。对，那个是我的扫把。这个大叔家的扫把。对。好，我们垫上面好一点。嗯。垫上面吧，这样就很稳了。这样很稳了。对，我到时候这件把它用来垫吧。嗯，垫里面。嗯，拿这个。这个是用来垫的。
冻啊，呢啲啊，呢啲好冻啊，系啊，诶、哎，你睇我哋真系人睇一怕，大家有有啲寒流嘅。但是这件衣服还是上次买的那一件，太薄了。上次因为那时候天气还不是还不冷，今天的话真的，这山里面啊温度零下二三度，穿这件羽绒服。我今天就穿得到。啊！哎呀，这个鸭子，这个鸭子，鸭子好。孙师傅啊，师傅鸭子，师傅啊，人丢丢鸭子，鸭子好。那个窗户搞搞磨封一下好不好？嗯。你拿这个纸封住一下，这里面好大的风。水一方大叔，盯一下先，然后给他。遮一下风，这个师傅，这个师傅同你整好嘅，多谢佢。啊，我边度帮两嘅，得嘅，睇下。呢度有个仔，啊？总之啊，等一点，等了谁的呢？我拿着这个。哎，各位。哎，是谁？你龙粉，龙粉。今天呢，我们帮爷爷呢，买了被子，买了这个垫子。你看他以前这种这个烂棉被啊，把它垫在底下也暖和一点。然后帮他把那个窗户给封起来了，就重新跟他这个床跟他加固了一下，现在的话怎么睡都不会动了。啊，完整了，谋封了，谋封谋封了。啊，麻烦来了，就给他这个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嗯，滚了。啊，修滚了。就翻了农宅。哎，一就冲下去。啊，搞下佢，啊，冲出来就咁样了。嗯，啊，嗯，谁烦你啊？中午，我煮粥都要要快递寄去干啥嘞？煮粥啊？哎，煮粥。哦，好浓盐，好盐啊。嗯，啊，慢慢食啊，哎，慢慢吃。我得准备走个了。哎，那你饭就吃饭了，你不走也行啊。哎呀，你要做咩啊？陪人。陪我啊？嗯。你要，老范，你要。哦。哎，几个老师。嗯。啊，保重身体啊。嗯。下次大寒了，我再过来抬你，好吧？嘿嘿。啊，麻烦你啦。啊，麻烦。啊。好。我就走了，走了，好，嘉慧，你太松了，你该用我，不要把它，好，再见。老人家，我八十岁了，走了。
哎呀，哎呀，有没有人扶一下我？有没有人扶一下我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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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呀呀呀呀。哎呀，有没有人扶一下我？哎呀，哎呀，我不能忍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老人家，啊，好，老人家，啊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哎呀呀呀！啊，谢谢。啊，可以啦，啊，可以起啦，啊啊啊！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谢谢你啊，老人家。别人都不扶我，你怎么会扶我呀？因为人家不敢啊。不敢啊？那你那你不怕我讹你啊？害我啊？啊，没有的，啊、没有的。哎，哦，不，阿姨不会害你。嗯，像你这么好心呢、啊。嗯。我要奖励你，来，不用不用，感谢你刚才扶起我了，不用不用，谢谢、啊，不用，好人有好报，不用这个，你介介绍你你给个意思吧，你多大、啊、多大年纪了？七十多了，啊，那差不多了，啊，七十三了，你看我多大了？你可能啊也是那个还有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了啊，啊，我不用不用，不用，哎，真的。谢谢，来来来来来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，真的不要。大叔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什么？其实我今天倒着你，我只是做一个社会测试，哦、看一下在我倒了这里有没有人帮我扶起来。哦，你看啊、哦，我也没有七十多。哦。哦，哈哈哈哈，这200块钱收下，不收，不收、哎，给你买点东西吃，不收，好人一生平安啊、哦，这200块钱是我一个心意，好不好？啊，为你的这个行为点赞，啊、收下收下，老人家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收下，你看，我们有这个摄像头在录着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这是。不是、啊，看电电收下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！你看过电视？不能修啊！你看过电视没有？这个就是我们传递正能量，知道不？哦，这样子的，这个所以你一定要收下啊！好人一生平安、啊，没关系的。来、啊，这个是我们的礼品，这个是那个坚果藕粉，也是送给你老人家的，回去用开水冲，当早餐、晚上都可以的啊。收下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好不好？祝您健康长寿啊！不能收下，收下，收下，这个这个这个不收，收下，收下，收下，没关系的，收下啊！那么多 啊, 啊，谢谢你，大哥啊！好，再见啊！哎，嗯，啊，今天兄弟姐妹啊，今天我们路上摔倒有没有人扶起啊？今天的我们这个节目就结束了，走。哎，阿姨你好。哎呀，是吗？